在第三组是越南的歌星，三个越南软文音，第十三号的软文音，现在在唱越南歌。这么多的越南的观众在帮他，越南的朋友在帮他打油加气，你看好多好多，很多的越南朋友都在帮他打气。谢谢阮文英先生的演唱、哦、接下来欢迎第十四号在新北市裴光豪出场。